真是难得这么高兴。是啊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我们阖家团圆。你即将临盆了，有望给我们贺家添个小少爷。文达第一次出远门，收回了姚家帮坏了3年的账，这都是可喜可贺的大事儿啊！我不就出去收了个账吗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<笑>大少爷。 兄弟们讨杯酒喝，怎么又是你？为什么总不放过我？不是你伤害我的孩子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不了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们就跟你拼了！老夫人，后会有期。 怎么办？快！叫他们把门板抬来。文达，楚楚，文达，宝琴啊，你放心，别害怕啊，娘去佛堂，求菩萨和令祖令宗保佑。大嫂，您放心去吧啊，这儿有我呢。大嫂，这宝琴的命真够苦的，怎么又难产呢？哎，胎位不正。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文达呢？文达，娘，我出去趟。不行，这个时候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趟风月楼。有惦记着那个女人的吧？楚楚也要生了，正哭着要见我呢。不行，你媳妇正在鬼门关上，你扔下她去看另外一个女人，合适吗？楚楚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。 宝琴不是还有你们看着吗？哎呀，大嫂，好歹都是文达的女人嘛，生出来的孩子都是您的孙子。妓女生的我不认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楚楚早晚都是我们一家人。谁说她早晚就是我们一家人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闹，就算她今天晚上生的是个男孩，我也不许她进贺家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怎么又反悔了？我答应你说的是她孩子可以进贺家。 我可没答应你把这个妓女也带进贺家，你永远有道理。文达，怎么样？文达疼死我了！这么疼啊？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大嫂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哎，王掌柜，哎呦，二爷，您来了。 昨天晚上3个师傅赶了一个大业才完工，您看一下这活干得漂不漂亮？嘿嘿，你觉得棺材不错，是不是也打算给自己定一口啊？哎呦，二爷您太会开玩笑了！开什么玩笑？生孩子是喜事，这棺材能走正稳吗？哎呦，我这脑子装了浆糊了，走后面，走后面。怎么就一口啊？小的在里面，用的一样是上好的楠木啊。去去去去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哎。 怎么样？补齐了，大小棺材各一个，都是上等楠木。用不着楠木，那么大糟践了。糟践什么呀？这么大家弄点棺材算什么？哎，行行行行，宝琴呐，福宝生不出儿子来，那也不能大意。万一是个儿子呢？那咱俩在家就更没有地位了。哎呀，都哭嚎半宿了，也没生出来。差不多了。
我都准备好了。去吧。好。热水呢？叫了半天了，还不赶紧去啊？陈娘在哪儿？是不是要我把银子拍在他桌子上，他在管啊？夫人。春娘拜见贺夫人。一个女人把风月楼打理得风生水起，可见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。贺老夫人不必夸奖，有话何不开门见山呢？好，春娘爽快。这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一半。贺先生，你现在就把楚楚带出去生这个孩子。为什么不能生在这儿啊？有什么不妥啊？呀，贺先生，有谁听说过在妓院里头生孩子的呀？我是念在和楚楚的这个情分上，让他在风月楼里养胎，已经破了例了。可生孩子绝对不行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的风月楼索性关门得了。你要是真心喜欢楚楚，你又铁了心的要这个孩子，你现在就要给楚楚赎身，在外头置了房子，把他接出去住啊！我也想啊，你一开口就两千两，我也得。贺先生，这点钱对你来说，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啊！妈，妈，娘！哎呀，娘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看他疼成这样了，这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！娘，你别生气。文达，娘说的对，在这生不好，会被人笑话的，对孩子也不好。那怎么办呢？春娘，你这不是找我麻烦吗？现在你。贺先生，我倒是有个地方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。哎呀，你赶紧说啊！就是春娘我的一个亲戚家，家里正好有人替村里的人接生，有两间房子，东西都齐备。就是远了点，从这儿出发，怎么着也得一个时辰呢。行，我备车去了啊。这，文达啊，文达啊，你进来坐吧。哎呀，那个地方太小了，你坐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就在外面走就行了啊。你躺会儿，很快就到了。难为贺少爷了，大路封了，小路是颠簸了些。楚楚，要不是为了你，少爷能受那么大的苦吗？春娘。时间啊，好疼啊！快了快了，这条路啊已经是近道了，下一山就到了。夫人啊，刚叫人去过了，听说那风月楼不让在那儿生，春娘带着少爷和楚楚去一个什么亲戚家了，在路上了。胡闹！去多久了？为了省时间，走的是山路小道了。山路？哎呀，太危险了！快追，把他追回来！是是是。赵天脸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跟我们贺家作对？你要什么？你冲我说话！你别碰我的女人，她快生了。好，你们走。哎，贺少爷，生孩子要紧，我们先走了啊！滚呐，滚呐！撤，黑波，撤。黑波，少爷，楚楚就在前面，我得看着他。你先回，我去追啊。这。啊！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！我不行啊！羊水破了，肯定是被瓦给吓的。不好了，丈夫，赶紧找个地方停下。大嫂不要急呀，玩到的都是贵人，您这孙子多金贵呀。这样，楚楚，楚楚。
急呀、啊！命贱呐、啊！谁让你冒险走山路了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能走山路。我也不想啊，不是为了省点时间吗？谁想到能碰上马匪呢？哎，不过奇怪啊，这马匪打劫我的时候，那个大铁脸跑出来救我，他为什么总来找我们？是不是我们和马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怎么可能和马匪有关系呢？以后不许私自出门，我让阿飞看着你。这莫名其妙。好了好了，跟我看看宝琴。看也生不出儿子，还看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走。二奶奶，二奶奶，快把门开开呀！我进去帮帮忙，快开门！开门！我是金虎侯。大嫂来了。开门！进去。啊，来了来了。锁门干什么？哎呀，大嫂，老夫人，这么下去孩子会不好的。宝琴，忍着点儿。娘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板子，压肚子的板子。万一生不下来，压上肚子好使劲儿。你把少奶奶抬到我房里去。什么？抬到我房里去。楚楚，楚楚，你醒了，春娘。哎，孩子呢？让我去看看他。孩子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楚楚，你听我说，都怪那些马匪，还没出生就动了胎气。在山路上生孩子也没有热水，刚一出来就没有了鼻息，我怎么拍都没有用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楚楚，不可能！楚楚，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接生经验。要不是那些人，楚楚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他命薄，没有福气活在这个世上。楚楚，孩子，我已经替你埋了。我去看看他，我去看看他。楚楚，楚楚，哎呀，看着点儿。大嫂，让我进去，要不然谁来接生啊？我接生，让他帮您接生啊。放心吧，我的孙子我接生最安稳了。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们还咋呼什么呀？大嫂，哎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这样啊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宝琴，娘来了，娘来了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啊，大嫂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我娘什么时候懂接生啊？哎呦，你娘女中豪杰，什么都会。哎，别废话了，还叫人骂两朝人命呢。哎呀，你别使劲啊，宝琴。娘，你要忍住啊，忍住啊。娘，我不行了，我真是不行了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乖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老天爷，老天爷会保佑你的啊。娘，这就是我的命，可我唯一遗憾的，就是没能给你生个孙子。乖，这不怪你的，这是天意。怪我，大
当然怪我。阿娘，当年你把我救回来，可如今我却无以回报，我对不住您呀，娘。您的恩情，我只能等来世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乖，听话了，坚持。来，老秦，老秦，啊！我说了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是我。哎，大嫂，大嫂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叫了。你去想想办法。我娘的脾气啊，硬得跟石头一样，谁说都没用。哎呀，现在不是使性子的时候，人命关天呐！夫人，快快快，快进来！哎，搬梯子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就这个，快快快啊！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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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人，大喜啊，那边生了个男孩，万幸啊！哎呀，菩萨保佑！啊，孩子呢？啊，怕太招眼，我偷偷安顿好了。先来看看您这边的情况，再做打算吧。快快快，帮忙架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上快上快上！哎呦，哎呀，走走走！哎呀，活你们了，一堆废物！过来，哎，快快来帮我！宝琴怕是要生了，快点！夫人，这是生孩子的事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赶快进来！扶好了，扶好了啊！您慢点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啊！二老爷，你小心啊！二老爷，别踩空了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！二老爷，你小心点啊！快捡呢！哎呀，再不捡就来不及了！哎呀！就这儿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的命怎么会这么苦？你和娘连面都没见上，就上了黄泉路。楚楚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这是他的命中劫数啊。我怀了他十个月，十个月，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，我盼着你出世，我没想到。我没想到，香儿，楚楚，你别太难过了，节哀顺变啊。老夫人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漂亮啊！就是啊，你瞧这鼻子、小嘴儿，哎呦，真的好看啊！这母子二人呐，真是福大命大呀。今天多亏了娘了，文达，咱们的儿子像你，哎，真的像你哎。娘，原来您真会接生啊！哎呦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又不是没生过孩子。不不啊，您手疼我来吧。不过今天呀，都要感谢二婶跟产婆，他们是功不可没。文达呀，啊，贺家的香火点亮了，你的去向也明确了。这可是宝琴用命换来的，你不跟你媳妇儿说说话？嗯，文达，这么多年，我才给贺家添了一个儿子，你不怪我才好。行了，千万别这么说。不行，我要见见我的孩子。我要见见我的孩子！哎，楚楚，我要见见我的孩子！楚楚，你让开！我要见见我的孩子！我见见我的孩子！你不要让他不得安息呀！行。
骚丝厂的一切还等着你做主呢。娘，我不行。我说你行你就行，我早就想把骚丝厂交到你手里，只是苦于没有理由。今天可好，你为贺家升了接班东家，立功了，族中个人就是不服气也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娘，我放心吧，文达会帮你的，是不是啊？嘿，你怎么还能睡得着啊你？干什么呀？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什么呀？这张宝琴生了儿子，哟，瞧把你大嫂乐的啊，腰杆也挺直了哦。那么大一个骚丝厂，拱手就让给张宝琴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看你这个贺家二老爷白当了你。行了，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要不是您这不争气的肚子，这么多年连个蛋都没下一个，我至于天天看人脸色吗？您要是给我留个后，啊，这整个贺家不都是我的？哎，何桂娟，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啊？这仆院上上下下的大夫不都在给你开药方吗？咱俩到底谁有问题呀？那金卜和、张宝琴他们凭什么这么硬气啊？不就是因为有儿子吗？我有什么呀？我下半辈子我指望谁呀？我现在不是还供着您呢吗？就你，真是，就你，干什么呀你？干！我要儿子，给我儿子，我要儿子，你给我儿子！我今天太累了。不行，你给我儿子！娘，那张宝琴是生男还是生女？输给你的，你有儿子，有贺家夫人的地位，但我有文达的心。总有一天，文达会带着我远走高飞的。东家那边孩子没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找他去。少爷，少爷，请节哀吧。路上遇上马匪，受了惊，大人没事就不错了。你说这行不行啊？那是男孩吧？啊！哎，这个女人也是太可怜了。毕竟都是你造的孽，你也不能不管。阿培，夫人，提1000两银子给他，让他买个院子调养，够他后半辈子享福了。是。娘，我想去看看楚楚。宝琴身子虚弱，还在坐月子。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。我现在就要去见楚楚。你给我跪下！为什么？我代表祖宗和你爹为贺家再立规矩。贺家子孙不许纳妓为妾，从良妓女也不可以，否则赶出家门，族谱出名。文达，
孩子没了。不过文达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就算我什么都生不出来，你都会带我离开，带我远走高飞的。曲国，这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说你怀胎十月，苦了你了。这些银子，你拿去，来个小院安顿，好好调养。文德，你不带我离开了，你不带我离开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。这样。这些银票你先拿着啊，等过了这点日子我再过来找你啊。我的孩子就值这一千两。来，给我吧。哦。东家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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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娘不让你出门，你在家待得烦闷了？别装了，楚楚过不了门，你心里偷着乐呢吧？我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亲口跟娘说的。别总说娘娘娘娘娘娘什么娘，你就是娘神病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忘了，贺家的权力早晚会到我手里。我提醒你，娘不会跟着你一辈子。楚楚，楚楚，吃点东西吧。娘想好了，回头我把风月楼给卖了，咱们娘儿俩一块儿上北方去，离开这个伤心地。我不走，进不了贺家。我就哪儿都不去。哎呦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心里放不下贺家大少爷，可贺家大少爷在贺家是个不能做主的主。你想过没有？张宝琴有子，金浦河有手段，贺家大少爷他就是再疼你，他也给不了你什么呀。我偏要争这口气。我宋楚楚虽然身份低贱，但是也不是谁都可以把我
野草一样丢在路边。我的女儿呀，算了吧，这是孽缘。娘，从明天起我不会再等贺文达，我要主宰我的生活，我做回原来的宋楚楚。我就不相信我斗不过命。啊，夫人，寒舍简陋，夫人千万别见怪啊。哎呀，不要紧啊。我听说你的儿媳妇儿跟宝琴差不多时候生了个男孩啊。是是是，您看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孩子长得真周正。给他取名字没有啊？没有，那就请夫人替他取一个吧。哦，是啊，我呀还真想了一个。给他叫润生，润生好不好？好啊，这孩子有夫人给取名字，真是有福气啊。等你儿子媳妇儿地里的活忙的时候，等他大一些了，把他带到家里跟明生做个伴儿。啊，谢谢夫人。散了吧。夫人，我来看看贺家未来的东家是怎么靠斗鸡来振兴家业的。哎呀，娘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不就是玩玩斗鸡吗？你们父子俩谁也不让我省心，真是孽缘。娘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是来报答您的。用斗鸡来报答娘吗？哎呀，娘。哎，娘，您看润生来了。明生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长长记性。哎哎，娘，夫人，宝娘，你别罚明生了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走开，一会儿才到我。娘，宝娘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别打我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打我吧。哎，你打着润生了。夫人，娘，宝娘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你别生气了。宝娘，你别生气了，要罚我们自己打自己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娘，我。我们自己打自己吧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好了好了，别再闹了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你说说你们俩，岁数相同，性格却完全不一样。润生，以后你不能总护着明生，知道吗？娘，润生护着我是好事啊。再说了，您平时不是一直这么教他的吗？不光是现在，他以后也会帮我。我们俩是好兄弟，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愁。如果有一天润生不在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宝娘，您对我恩重如山，明生
把我当亲兄弟一样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他。娘，您放心了吧，润生他最够兄弟了。这简直是丢脸！哪有这样？我就没见过这样，这怎么可以？太急了！哎，久等了。久等。贵人告罪。走吧。哎，文达，相信我不说你也会知道，今天找你来所为何事吧？文达不知，希望叔公明示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你们贺家的产业是你爹盛昌打下来的，盛昌走了，只有你这个儿子。要说我们这些宗亲本不该干涉你们一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能由着你们贺家的家业被女人掌控，连祖宗也蒙羞啊。是不是？不是。对，太对了。那一叔公的意思呢？我们不怪你娘把持大权，也不怪他目无尊长，毕竟他领着贺家桑园万顷，他也算是贺家的功臣了。当年你爹去世的时候，贵权他还小，你娘拿你爹的遗嘱来搪塞我们，拿走了大权。如今30多年了，他非但没把大权传给你，反而栽培他媳妇宝琴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把贺家拱手送给外人吗？是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的脸面何在呀？对呀，对。哎呀，就是。宗长说的对呀，文达，现在贺家女权日昌啊，咱们男人的脸面何在呀？文达非常感谢各位宗亲的厚爱，不管是我娘掌权，还是宝琴主事，但贺家终归是姓贺的。希望各位给我一段时间，文达一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哎呀，你娘身子骨还硬朗得很，若这么等下去，只怕到她死你也没有出头之日。是啊，你孝顺你娘我们都理解，可是除了你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。这些年来你娘私藏了金库，那里面藏的可都是贺家的金子，你要尽快查明事实真相，让他都吐出来，不然我们这些亲戚死都不肯跟他罢休。东家，您别听他们的，老奶奶和宝娘吃了那么多苦，才为您和少爷撑起了这个家。宗族大会哪有你下人说话的份儿啊，滚出去。哎，润生你别走。爹，我觉得润生说的对，这些太公们每天正襟危坐，无所事事的，就知道问我们家要钱。我跟我娘管账，每个月算的最多的账就是来支的月钱。爹，奶奶和娘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养着他们，他们为什么还要抢奶奶的权？闭嘴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大逆不道，出去。我们走。这不行。我告诉你嘛，都是煽风点火。对，他们啊，只不过想利用我，打倒我娘，之后再来对付我。我娘有一点啊，真没说错。如果贺家真落到这帮人手里，那才完了呢。铁面具，小时候把玉佩抢走的那个马匪。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文达，你侥幸逃过两回，那个马匪
一次两次的没有杀你，并不表示以后一直会放过你啊。我知道，所以啊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把他们杀了。花。